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爆盘好，来开始射击哦。OK， 好，结束。走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真的来拍他的征战的实测，然后我们拿就把它放在靶子上，来来靶子来来来来来，对，我们拿就把它放在中间这里，所以我们待会拿真的子弹去射看看能不能射穿它，请我们教练先教我们基本的，教练，大家交给你了哦，好，那我们准备一下吧，先这样。真的是，而且刚刚我们问那个总干事说，你也觉得射不穿，对不对？如果他十发都在正中间，是不是就可以打不穿过去？可是我们今天要破解这张卡的神话，我们准备喽。那我们要粘我们的那个黑卡喽，见证历史性的一刻哦。好，好了，那放吧。好，我们准备好了哦。但因为我们两个技术不知道打不打得到，没事，试就对了。好，走，走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、好，枪支上膛，来开始射击。走。哦，对。看到哈？好，看一下。他打。等等等等等，好了。我变形了。哎、欸，没事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好扯，他终于没事哎、欸。黑卡真的可以防弹。哎、欸，真的很屌哎、欸，真的没事哎、欸。有没有看到？真的很屌。所以如果这在你胸口的话，你就只会被震到一下。对，就以人的方式震到。那如果用散弹打会怎样？表面应该整个切掉。我们用散弹打看看好了。它应该会飞更远。我们换六个枪支打看看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实测换我们的散弹枪打到黑卡会怎么样？对，因为再说散弹枪是最简单的嘛。对，来试试看好了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好的。好，开枪。打。好，看吧。喂，好屌、哦！没事，好扯、哦，超扯，就一点一点而已耶，没事哎。可这些都是嘛，这些都是小孔啊。呼吁大家一定要去办美，知道为什么大家要好好赚钱了，知道吗？我们现在人生目标成就就是得到一张黑卡。对，我觉得这张卡也真的很厉害。这张卡的卡费都多少？一年的话，一年在台湾的话是3000。对，你看30几万可以保你一个命，值得啊，很值得啊，真的很屌哎、欸。所以我想真的，其实还没测前，我们都觉得好像不太可能，有都觉得好像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，至少会有一些可能裂痕或什么，完全没有。它后面是完全一点穿都没有，真的，它就只是凹哎，连裂痕都没有。对，真的很夸张。